你可能要帮我把旧电脑上面那两个动态。这两个，你要把这张装上那个系统，就装到这里来吗？还是就装到这台来？系统吗？对对对，你说拆全部拆开看过了是吧？只。还有两个灯带跟一个支架。真神奇，我可能要出国了，还好吧，那个就反正能用，只是稍微要。这样就肯定没问题。确实是，显卡我最早买，今年八月份买，也要陆陆续续的，陆陆续续的买。边那个